新年新气象啊！祝大家元旦快乐，2024年顺风顺水顺财神啊！这个每天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。我们去买点东西啊，去晋江买点东西。走，我们过来买一点这个装饰，回去装饰一下直播间啊。找不到啊，都是这种。文具的都是这种写作业的了，哪里有那种装饰品啊？那边有，那边就是开门。毛笔，哪个毛笔回去写的哇？没有写过毛笔。把几个气球再贴上去就行了。然后你在大便是说2024不打了？我买个毛笔回去写字。我拿毛笔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写字的什么？这个纸不是是吧？这个是最长。啊。要几张？要十张。那么多干嘛？我回去乱写啊。在哪个网站练字？我觉得这种好像也是写字的是吧？我买个新年红包来。这种是做什么？买点这个红纸回去写一下毛笔先。晚上龙飞凤舞。我都没有写过毛笔，试一下看吧。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传统的手艺啊，没有怎么卖的。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文具店里面挑的一些。气球，这个手工的，等下让我姐啊，或者晚上的时候叫小姑过来贴一点这个气球，到时候我新年新气象嘛啊，这个给这个直播间啊也换了一个这个背景，到时候今晚上我们也一起跨年。啊，那个毛笔呢？啊，我们去试一下这个毛笔。我给大家准备写一篇《兰亭序》。看人家写毛笔就多了啊，但是毛笔我就没有写过，怎么拿？应该是这样子拿，应该是这样子拿，这样子拿，怎样拿？怎样拿都行，只要能写的字就行了。哎呦，从小的时候都是看我爷爷写春联啊，写对联啊，村里面有什么喜事啊，反正有什么红白喜事的，都是叫我爷爷去写对联的。没有写过，都看过啊！来了吧？啊，这样子呢？先写一个龙马精神是吧？嗯，歪歪了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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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马是这样子写吗？是吗？我不懂，好像是吧。马是不这样子写吗？马是，我看一下，一横下来，然后它是一个一三，这样子，一二三，这里不用带高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哦，我已经找到感觉了啊，来了。怎么样？我知道这个马是什么形状，马是这样的，嗯，这马不对呀，
这马是怎么写？对了，我管了，龙马精神，嗯。嗯，知道吧？龙马精神。嗯。马到成功。哇，怎么样？啊，第一次写啊，这个都包含了。哎，这个经经不对，这个经写错了。写横幅。嗯。写横幅，画的好看一点。这个经怎么写成专业？这个经写错了，重来。第一次写毛笔啊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，来，龙马精神，马到成功，啊，还可以吧，写的，献丑了，嗯。啊，漂亮漂亮啊，有一种过年的感觉了没有？你看，还有这个小灯笼。我这个灯笼挂这里。第一次写这个毛笔字啊，写的不怎么好啊。这个龙马精神嘛，因为是龙年了是吧？2024年是龙年啊。龙年了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龙马精神是吧？这个马到成功，应该没有作别字吧？哎，这个成是不是作别字啊？这是不是多了一笔啊？有这笔吗？有啊。有啊，有就行了。然后上面这里到时候这个写什么？这个要等到12点过后吧啊！12点过后的时候，我们在直播间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写元旦快乐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啊，写个元旦快乐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在。那还有勾啊，打个勾来。新的一年。新的开始啊！那个树上那个吗？